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天地节。今天是4月14日，好，礼拜天。待会把这礼拜的三组川打完吧，就剩最后一关的样子啦。60未接的。好，先来看一下目前的状态吧。天地格我差还有差吧？我差180是不是？那还差20啊，没关系啊。先来看一下我的萧贺吧。萧贺，我今天把他的那个神兵化针的技能给点出来了，就是你这边神兵化针嘛，把它点到这边之后，资源的话，我是用他给我的礼包啦，就是玩这个天地劫两个月的嘛，陆陆续续他都会给你一些资源啊、礼包啊什么的。不是礼包啦，就资源包嘛，像这样就可以消耗这个神兵化针自选礼包啊，这些你要去换啦，有些活动里面都可以换，像这次的也有啊，这次的那个小族过河也有，要记得换。那就开起来了，真金百炼哦，真金百炼就有一些几率啊，红字都是可以改变的，就是随着你这个等级提升，它都会改变，这是最低阶的吧。那提升的方法就是有新资金嘛，这边哦，这只是已启动而已啊，那这个就会提升几率有没有？ 80%、100% 有没有？其他的没有动，它现在好像只动几率而已，百分百啊，百分百就可以回，百分百确定获得御敌啊。哦，你看这个新资金总额要加15啊，就是你这个也要去抢货啊，那需要这个资源吧？这个资源怎么来？我已经忘记了，真的我已经忘记。以前我都有练啊，以前这个都有练。哦，大概是这样吧。神兵化针就让你多一个效果，这样多一个天赋啊，技能效果这样。我现在兵礼还没弄啊，我看一下我以前的角色兵礼好像也是快6000战力吧。忘记几千了，然后朝庆6000多战力，就是2年前我那时候玩天地劫的时候。两年前为什么我会去看？因为我刚刚去看我那个九炉塔也是怎么打的啊？因为你要搞神兵的话，你一定要刷九炉塔资源嘛。那九炉塔资源以前是玩的，我看一下那个是200多起，200多起，也就是我大概玩的7、8个月。哦，玩了7、8个月才来打，那我现在才玩2个月啊，所以那个战力啊、角色都有极大的差距。我今天试着打一下，哦，怎么那么难打啊？我先过雷而已啊，就是我想用兵礼来打嘛，兵礼来打的话是打这个炎属性嘛，打这个火属性啊。然后我发现兵礼怎么打不太动，然后打不太动就算了，然后还被他打超痛。那我怎么打啊？然后就觉得好难打哦，一定要带铁位啊。那我现在最强铁位是萧贺啊，所以这个雷属性的有过了。哦，雷属性有过，而且我这个朝庆还太烂，一下就被秒掉了。最后我是用这四只打过，怎么打？就是萧贺一直在那边挡啊，然后这两只一个奶嘛，然后这个上帮他上一个燃烧啊，然后这只因为他有盾嘛。朱锦有盾啊，所以可以跟他打。插旗完之后有盾可以跟他打，比较不会受伤。好，结论就是我现在应该是没办法过，没办法过那个九炉塔的那个金戈战第十层。原因是因为角色不够多，而且我这个组合的战阵它需要侠客，我没有侠客，我没有炎属性的侠客，就是我没有硬件品的。以前我用硬件品啊，然后火系那时候我好像没有五叠，那时候我没有火系，但然后冰系的话我就用那个以前那个合作角于小雪哦，就很好用，冰里啊，然后一些 B
冰系的角色也是臭五只啊，鹰无血啊什么，直接冲过去把那只猪给干掉啊。那我这个看起来我连冰系都没有，我冰系只有冰离而已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还想说，我来练一下太渊羽翼当个奶妈，我稍微练一下，但是只是稍微练一下啊，我稍微练一下这样，啊，看起来是很难打，因为我最强的战力是冰离嘛，才4800，还是打不动，打不太过。然后绿属性目前大概要把御石羊练起来吧，然后古伦德要够坦吧，然后其他的应该可以，绿属性还可以。我现在缺就是冰属性的角色没有，因为你一定要凑五只三种属性的角色，就冰属性、火属性跟那个雷属性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所以那时候我是7、8个月的进度去打嘛。我现在2个月当然打不动啊，才玩2个多月而已，2个半而已啊，2个半月而已啊。好，没办法，抽到云云公主，OK 啦，我缺绿属性，OK 的啦。他也是有战争啊，所以我不会难过，我是不会难过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做四品吧，先做4个四品，然后再去打那个三土川。本周65会接三土，我还没过过，因为上周我还是打五五，我觉得上周我可能角色还不够强，我就先打个五五。反正我觉得以后看到那个冰盾，我也要来抽一下冰盾吧，冰系的铁卫啊。哦，冰系的宙斯啊，我都没有，没有冰系啊。原本这个卡池我有一点想抽，想想算了，还是抽星角好了。星角出来应该都还蛮强的吧？好，我们来做一下视频吧。我就每周做4个啦。我就做头身妖嘛，你想想看，头身妖就是一组啊，一组就给一个英灵用嘛，就分散开来慢慢用，一个礼拜就做一组，一个月就做4只，3个月就大概就15只了。好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噔噔，冰蚕玉带烟。烂东西，没有效果的都是烂东西。暮云何必一个哦？忘了看，待会看好了。好，来做个妖，鲛人悲歌吟。刺骨哦，给羽翅宙斯助有用啊，勉勉强强吧，至少比刚刚那个没属性的好啊。好熟，辉月魂戒，哦，这给那个气血，给那个奶妈用吧，但是是单体治疗哦，单体治疗就不一定要给奶妈用，因为我有些宙斯也可以治疗，但是我应该不会用吧。因为奶妈大部分都会放 AOE，然后 AOE 可能就12%左右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刚刚那个，这个暮云合璧，物防气血，遭到远程攻击时，对对方造成一个随机固定伤害哦，就是物防越高，那就是给那个铁卫用吧。我已经好几个了啊，那刚为什么要显示一？我不知道啦，因为我这都是暮云合璧，我想说为什么那么眼熟？给他用吧，无所谓啊。然后刚刚抽到的是这个烂东西嘛，烂东西，烂东西，这个可以用啊。物攻哦。护工消耗打人也蛮痛的啦，我觉得他打人也蛮痛的，而且还会先攻，也可以啊。
然后鲛人悲歌吧，是不是？刚好我抽到一个鲛人悲歌，哎，不见了。哦，对对，在这里，就是要给宙斯跟奶妈用吧。然后这个有这个御魔，给他用好了，随便装嘛，慢慢装，这都可以加战力啊。然后最后一个是头身腰手嘛，手的话是这个单体治疗，这个可以啊，因为我这个有单体治疗，可以给他用。我们那个他有个技能，有一把很像琵琶的那个琴的话，就是可以治疗。因为通常是这样啊，你不会给他用奶妈嘛？奶妈都是 AOE 啊。有的奶妈嘞，这里有没有？就治疗效果直接加十二吧，因为你会 AOE 嘛。AOE 就不分单体啊，什么都可以用。好，就慢慢抽啊，慢慢把这些抽起来。我现在消耗战力4500啊，4星而已啊。我那时候看我的角色都，有6000多的，有5000多，有4000多的一堆，然后弱一点就是3700、3800吧。那我现在弱一点的就是3000出头而已，好一点的才4000而已，其他都3000多而已啊。所以那个金戈战打不动啊，也是蛮合理的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玩一下一场三途船吧，希望能顺利过吧。要重置啦、啊。怎么又跳出来啦、啊？我上次不是选完了吗？然后选到不好的东西啊，我记得好像是选到不好的、欸。哎呦，被攻击进入战后伤害提升20%啊，选这个好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啦，又跳出来了。哦，这一关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吧。哇，全属性强化20%，好硬啊，好硬啊！它、啊、这个会一直强化、欸，好像会一直叠加的样子，有点忘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烧他们呢，用之前的组合，用火属性的组合，就这个组合。哦，这一关啊，这一关要引怪啦，它会 AOE 啊，然后这一关有双奶啊。然后这个木龙玄机打我们也蛮痛的，他也是 AOE 打我们，这个要站后面一点，不然被他炸到也是很痛。这个朱槿好用的地方就是可以直接。我逆一下好了，我逆一下好了。因为我要用朱你槿，还有选择的余地。直接插下去，这样他们就会过来了。然后这个阴间米会过来放我们 AOE 吧？我这个应该还不用放。我们拖一点。见时领命。好，打扫了。此曲如何？宾利打得到见吗？时领命。先把他秒了。不绝。再进去非常危险，不要进去好了。他会走过来放我们 AOE 啊，会很痛啊，可能会比较你痛。还有选择的余地。都别争，
所以我们就不管了，我们直接上了。他双奶啊，所以如果你没有秒掉他，会比较麻烦。 我这个我一样不想上，因为被他AO一放。哇嘞！哇嘞，有个痛！哦，是蜘蛛，没事没事，是蜘蛛。我想说怎么那么痛？我以为那个消耗者血怎么突然残血，原来是蜘蛛。反正我们上蓝沙了，没事。60位阶还好啦，这关目前为止看起来还好。 小蜘蛛真的很没用啊，点不到小蜘蛛啊，被这个棋子卡住了。你还有选择的余地，跟随我的指引。 你看他们奶妈就没办法发挥作用，都被我干扰了没有？然后这个护卫也没有用。吸维力呀！开门迎客了，客人，你也闻得到吗？这个是单体的。哪一下？哪一下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那个上一个他的技能，被打之前可以回血。我这个就反击，顶多射程加，哇，加这么多，加一，<笑>哇，好痛啊！试试我的力量吧。你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我这两只就比较弱啊，哦，比较弱。 不要再跑啦！你一直跑。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谁啊？朱槿很好用啊，朱槿那个盾真的很好用，它就会非常的安全。我们直接放大招，无所谓，放下去。 其实已经可以开自动，因为稳过了。你还有选择的余客人，你也闻得到吗？火华杜生，这招没有灼伤。小蜘蛛又来了，伊斯朵真难杀。 好，过了，有机会拿到绝品饰品了，有机会了。客人可知何为五分香？哎，奖励嘞？没有秀出来，还是被我跳过了？哎呀，拿了。的，你看我就说有机会吧。哦，好吧，法防气血。 以后这个这种东西多出来就可以分解掉了，直接把它分解掉就好了。那个可能是手镯嘛，手镯我们来看一下手镯。这个东西，像这个可以给他用，给见血用吧。 慢慢换掉急的啦，虽然它没有特殊效果。
但至少这个基础属性比较高，气血加8%，加减用一下，有就好，先求有，之后再求好。好，那这一局就玩到这边啦。哎，你看又拿到一个了，这个就一个啦。下棋可能来玩一下云翳公主吧，也没怎么练啊，稍微练一下而已。好，我有稍微练一下。下棋来玩这次，我也还没玩，这次我还没玩，下棋再来玩玩看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切我换们谈下棋再见心，喽，大家拜拜。谈养心的谈。